Hello，又系我哋 Believe Music 啊！我哋而家咧，我哋决定咧，即系每个礼拜都为大家 update 下啲香港嘅新闻，因为大家咧就即系冇唔睇 TVB 噶啦嘛，而家咁就冇新闻睇啦，啊咁就通常都系留意 Facebook 嘅啫，啊咁我哋就决定咧，就每个礼拜咧就同大家提下，即系呢个礼拜有啲咩发生咗，因为大家贵人先忙啊嘛，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帮大家即系睇下香港发生紧咩事啦，咁我哋咧新旁边咧就有大家最爱戴嘅 Linda 姐啦，亦都有博学知识就非常之博多才嘅 Barbara 啦，大家开始认识佢啊，佢会不断咁喺我哋呢个台咧里边就会出现嘅，系啦，佢医学界奇才嚟嘅，系啦，佢揸手术刀嘅。系啦，咁样。当人唔信。系啦，咁样嘅。咁咧，我哋第一单要提嘅咧，就系大家都会非常之注重啊！哇，但系我就自己就瞓咗觉，就唔好知咩事咯。阿 Linda 姐嗰日你系咪点啊？瞓到咩地步啊？你讲地震。系咯。哦。咩地步啊？因为我就未瞓嘅嗰时。未瞓嘅。唔系，咁我其实大佬系咁样电脑，咁我其实我真系纯粹系以为我自己手震，一揿落去嘅时候就歪咗，落啊就歪咗。嗰时心谂啊，我咁。看緊咩啊？你講當時睇緊啲唔見得光嗰啲。世界大事喎、哦！世界大事，仲有世界大事，仲有打得過啲單。咁樣咯，跟住就係我自己覺得自己有啲問題，所以心手震到咁誇張。咁但係後屘先知道，原來係真係地震。係邊度地震？瞓之前先知道，瞓之前最後一句就話見到天文台天文處市民嚇向佢報稱地震。其實邊度地震咧？我想問。惠州啊嘛，惠州對出唔知幾多公里啲咁。四點幾級的地震，在廣東省那些，哦，是4.1級，是啊，才是一個地震，4.1級，我就真的不知道，睡到傻仔，你本身不睡醒，我變成豬了，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原來，睡得挺好，我覺得似不像，那地震這件事呢，那就，政府就好似都係冇乜特別啫，冇用到個系統嘛。大家都好唔鋸喎，真係話，冇搞錯啊！從善如流咯，因為有市民同佢報稱咁樣之後，就地震研究就發覺原來講翻俾我哋聽咩事咯。多謝呢位善意心嘅市民。其實我哋個萬幾宗好似係。其實佢唔講我真係唔知道。其實香港唔係第一次地震。係咩？唔係第一次，我唔知喎。之前都有地震過嘅，唔係啊，真係有嘅。你幾時講聽先啦？嗱，如果網民咧真係覺得 Linda 姐好乜都唔知咧，就可以留言話俾佢聽幾時地震過。你講啦，呢個唔係，不過唔係新聞嚟嘅，係真係有嘅。幾年前係試過，係有地震過㗎。不過就好，香港好少嘅，可能真係太嬲啦。因為香港太多人做錯嘢，就即係可能即係上天都要震一震佢。即係未懲罰，陣一陣壓略下佢啫，係啦，就同我哋嗰個政府嘅系統一樣啦， okay. 就壓略佢啦。但係政府冇壓略我哋喎，今次。咁政府就覺得呢啲係即係啲濕濕碎啦，濕碎嘢嚟啦。有冇影響到你哋？咁啊，講公唔公啊？係咪咁樣係因為咁樣浸埋我哋個股票？哦，又未必嘅，我可能都係。你咪講埋呢單先啦。咁啊，講下啲國際嘢先啦。咁。哇！我哋最中意食嘅麥當勞咧，就撤出咗俄羅斯啊，好唔開心。俄羅斯人應該，但俄羅斯人係咪好成日食麥當勞？俄羅斯人應該唔係啦，係咪啊？我見佢哋個個食歐菜咯，點樣？係咩？係啊，食羊啊。但係佢哋好似好唔開心。但係總之，我覺得麥當勞撤出俄羅斯就係俄羅斯嘅福氣嚟嘅，應該就真係唔使。再吃麥當勞變肥仔啊嘛！呢啲咁嘅junk food就其實即係趕都趕唔走嘅，原來就係一個打仗就嚇！睇嚟你啱食麥當勞嘅啦。哦，係啊，成日都食嘅，窮啊嘛，冇計啦，係啊。喂，咁啊講下一單啦，下一單係咩啊？下一單係咩啊？澳門派錢啊，大佬！你知唔知澳門咧？由佢第一次開始派錢到派到而家咧，其實應該派咗十次，差唔多十次以上，真係有嘅其實。系啊，好幸福啊！系啊，好幸福啊，真系。但澳门嘅人咧，都唔觉得系咩回事，啊，因为咁澳门嘅特首，澳门人都唔觉得咩回事，但香港人嘅特首，但系我哋香港就好，香港人就觉得系咩回事，即系我哋香港就即系越嚟越穷啦，冇办法啦，所以都呢一个系，唉，真系派现金啊嘛，系啊，香港仲派紧消费券嘅时候，
跟住人哋派當時唔知派6000元現金，我哋係派5000-6000元嘅強積金，我記得嘅，好無聊嘅。咁所以次次都輸俾澳門人，咁感覺都麻麻地。唔係，我就覺得派錢就即係未派之前咧，就覺得唉派咁少做咩啊？但係派咗落嚟咧，又好似都幾有用嘅，真係幾好喎。你覺得唔會用嘅，你可以點樣咧？過俾你啊？唔得嘅喎，消費券嚟嘅喎。係啊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即係如果覺得連澳門都好過香港，我哋其實係咪如果真係即係冇錢移民，係咪即係最渣個移民就係澳門其實？啊，你可以嘅，有咩手續嘅澳門？唔使好似唔使咩？澳門喎、啊。香港居民可以基本上去。喂，但係佢其實非永久嘅性嘅居民都可以攞6000嘅喎。其實我即係點樣啊？最少住幾個月？最少住幾年咁嘅啫。我都冇研究啊！下次真係要去開始，即係香港真係冇前途嘅香港。即係派，唔係嚟緊香港真係派1萬啊嘛。5000。5000。4月同7月好似。哇！首先你要捱到4月咧，其實都唔係易事。如果本身冇嘢做。咁啊，攞咗5000元啦，咁又攞个5000元要熬到7月，就再攞多5000元。咁你如果真系为真系等嗰5000元去食饭咧，其实基本上就攞唔到个后边嗰5000元，应该死咗咯。所以佢隔咁多个月都真系几醒我咧，政府真系。喂，喂，讲开钱咧就，哇！今日我哋系几号啊？今日我哋。3月15號啊，咁我哋呢段片咧应该就会过咗12点咧，我哋就会上噶啦。咁我哋今日再睇一睇个市先啦，即系我哋都年纪都比较细少少，就对股市就唔系太多认识，但系咧都跌咗咁多咧，都有啲感觉嘅，系啦。咁啦，咁而家今日香港个市咧就系几多啊？1845，sorry。跌到最低是18415点嘅，今日咧就挫咗成1000多点啦，几系啦，咁挫千几点就唔系啲咩特别嘢嚟嘅，咁因为咧其实我哋即系咁耐以嚟咧无论疫情好啊示威好咧，其实咧22000点咧都系一个即系大家觉得系。哎呀，阿爺頂住嘅呢個位冇事嘅，咁樣哇示威打到七彩啊，點樣嗰日都升800多点噶嘛？即係從來點樣個疫情點樣衰啊？即係你覺得哇今日大劑啦，今日又唔知幾多又有人死啊咁樣，跟住聽日就升8-9噶嘛，即係咁樣嘅。咁而家就真係有少少唔同啦，唔同嘅情況在於咧，首先咧佢係跌穿咗。22000啦，咁啲人覺得，邊有啊？唔會穿20000嘅。咁嗰陣時其實上個禮拜其實如果真係有真心聽我哋講啲人咧，就知道我哋喂 put 下佢啦，仲有少少位嘅咁樣，跟住就即係講笑咁講啦，就跟住就阿 Linda 即係18000啦咁樣啊，我就話哇唔會啦吧，18000死得噶咯啲人。咁今日咧就即係見啦，就仲要係其實都幾肯定跌穿咗20000添噶啦，而家都我覺得就。因為其實如果你唔係跌穿20000咧，其實真係我諗19000几嗰度就真係咬得幾行嘅應該。如果佢咁樣即係完全冇承接並咁樣就穿埋19000咧，其實都幾難上翻20000樓上嘅。講真嗰度20000啲蟹貨區多到咧，其實已經黐曬線嘅，係啊。同埋即係主要係最佢哋嗰啲重心股嘛，係啊，騰訊係啊，騰訊跌咗。跌穿係啊，連300元都穿埋，其實即係咧，其實由21000几咧嗰陣時咧，啲人就開始話要喂300元買啦，騰訊使諗嘅。其實咧，我有啲 friend 咧，其實喺320啊、300元邊，其實已經鬧緊貨啦，已經諗住騰訊掂啊呢鋪，已經開始鬧緊，真係開始鬧緊噶啦，已經。因為講真的，你香港有幾隻股可以信嘅啫嘛，就係騰訊。港交所仲有咩啊 ？Lina 姐，我话你，你哇，你几廿年前嗰啲，哇，你自己嗰啲唔系几廿年前港交所，港交所几廿年前十几年前都港交所啦。唔系港交国，港交所系港交国咧，系完全未有输字嘅到而家。港交所系唔会输嘅，因为港交所
喂，整個股市所有任何手續費，任何嘢都要是俾手續費係港交所嘅，即係總之佢任何動作，港交所都係收錢，所以佢係唔會輸嘅，港交所係零成本嘅。慢跌嘅。同埋嚇慢跌，因為升得勁。喂，你始終都會跌噶嘛？你始終啲人揸貨，你點都要手持現金嘅。港交所而家幾多啊？我想問。你睇下。我叫你看你叫我。一看看你的包包。喂,322元。买咯。买底。不会买住了现在不会买住的原因是不是它不便宜，也不是不抵买，也不是说而是个现实是真的未明朗。是啊，因为你看不到前面是怎样。你个政府你话禁足，禁唔禁咧？全民检疫检唔检咧？唔知系啊，唔知究竟佢哋系咪会禁埋一人一台咧？吓，系咪会唔俾开咧？最后啊，唔知嘅，唔知佢想点嘅呢个政府，即系话佢有可能会放松翻件事啊，咁咪好翻咯，咁咪个市旺翻。其实我哋香港人好简单嘅啫，你一放翻出嚟，一好似非法保咁啫嘛。一开工排队跑黐肺啊，或者死啊，系咪先？真系讲真的，真系嘅，唔剪头发唔得嘅喎，啲人冇所谓。其实你一开翻食肆就有人食嘢嘅，咁其实个市况好唔好系取决于政府放唔放翻条线出嚟。其实俾你讲啦，其实个疫情而家你觉得应该点？我哋揾医疗界嘅。医疗界，你觉得疫情系点咧？其实应该个方向，我觉得啊。啊、如果是我覺得呢，與病毒共存吧，是啦，都搞不定的了，你挖了人出來你又隔離不到、啊、搞到人不敢報，快測中了不敢報、哦、其實是又走出街，跟住之後又是散到周圍都是、嗯、當你與這個病毒共存、啊、跟住群體免疫了之後、啊、那就散的了、哦、是啊、其實如果我問你，那些病毒變種是會變得勁啊，定係變得渣啊？其實而家咪覺得係越嚟越渣，係越嚟越渣噶嘛，應該。你第一代講緊第一波 啊，第一波會殺人噶嘛？嗰陣時係即係直情即刻一中即刻瞓低啊嘛。係啊，跟住而家去到 Omicron 嚇、啊，我中咗咩？其實係中咗唔知噶嘛，係咯，就冇病徵。咁其實料先知嘅。咁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你話去隔離禁足，其實。另一方面，我哋基本上已經同病菌係共存緊嘅啦，即係喺佢完全冇妥協嘅情況之下，已經係共存緊嘅啦嘛。只不過我哋係即係佢把口就話係我要禁足，要全民檢測。咁其實即係佢隔離咗啲人，係咪真係有用咧？我想問，係咪真係有啲用咧？都都有啲有啲用嘅，但你唔知道出面仲有幾多隱性，唔知道自己有中咗嘅。佢最有用嘅地方就係令到啲人唔敢報。係啦，最有用就係唔敢報。跟住咧就會個數字越嚟越少啊。係。跟住從而就共存咗啦。係，因為其實我諗係，我想問這個病毒係咪可以中多過兩次以上嘅？其實可以，即係雙風感冒啫嘛。可以。查理斯王子都中了两次啊。哦，咁佢而家点啊？佢而家精神精神奕奕，打勾勾。英女王都中过，他九啊几岁。系咩？我冇事啊。冇事，而家冇事啊。哦，咁样样嘅。好啦，咁我呢个时候咧，我就即系支持下大家去打针先啊。系啦，咁样样，系啦，戴翻个头盔先喺呢个位度。系咯，咁即系只要市况未明朗嘅情况之下，其实就系呢个就系唔入市主要原因啦吓。我想不是同埋真係唔係咁差嘅。其實我想烏克蘭同俄羅斯喺度傾緊一啲妥協嘅辦法去，即係唔好再打啦。其實係啦，其實我想有啲幫助，有啲幫助嘅。因為其實佢打落去咧，真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完到呢場仗。因為你話如果俄羅斯冇人幫嘅，咁快搞掂啦，係咪先？咁你。但如果俄羅斯去有人去搞佢嘅，有國際去，咁烏克蘭就冇咁容易跪低嘅嚇。咁佢又會買啲武器啊、反彈啊咁樣，即係會好多 support， 又話要制裁你，即係
你點都會令到俄羅斯係好多誒，即係好多阻滯咧，會令佢，即係會令佢考量好多嘢去咯。即係佢都想快啲完，因為如果佢再咁樣落去咧，就會俾好多國家有藉口去搞俄羅斯咯。咁你都想停啦？真係唔知道，係咪先？人哋點會諗到？因為你經常都唔會諗佢會開錢嘅，但係佢都開錢，所以佢係點解諗？你估唔到嘅。我知，咁你俾人制裁啊嘛！如果你講真，你贏咗烏克蘭，你俾全世界有藉口去制裁你，其實你都係蝕㗎。唔係佢哋話唔怕啊嘛，佢講人講到佢預咗㗎，佢嗰時話係佢唔怕啫，嗰啲人民慘啫嘛。佢從來坐做政府，佢日日都包心似肚㗎啦。好似當年嗰2019年嘅時候咧，其實俄羅斯大部分六成都係啲所謂嘅藍絲黃絲咁樣，六成其實藍絲嚟嘅啫嘛。他們都真的支持政府去做這些、即是外國家。我知道，現在都即是香港都還有很多支持政府的、那就分後生和老人家。那我想問，現在支持政府的人是怎樣？坐以其成，兩個字兩個字幸福是啦，沒錯啦，就是比是啦，更加幸福，你越信政府就更加幸福咯，這樣咯，那就真的工都沒開啊，試啊，即大部分都是即做餐廳的嘛，即很多我聽下某些 TVB 明星的，即係嗰啲又唔知道開嗰啲乜乜燉嗰啲乜湯嗰啲成嗰啲咧，蝕成幾廿萬咁啦，少少地都要。幾百萬咪爆位數字啊？係咩？咁有錢㗎？啊！呢啲真係就係咁咯。係咯，咁咯，咁就個。你而家睇幾多啊？你個市就唔知幾多㗎啦，但係咁。真的不知道多少，但明天彈一千又不出奇的，但是這些跌了又不出奇，然後升也不出奇。其實它跌得快一定是彈得快的，跌得快一定是彈得快的，但是彈那一下你彈到上是的，你彈那一下上去可不可以買回你那堆蟹貨去彈呢？如果不得，那就是它的錢不夠，不夠那就一起冧冧下去，冧下去下一個支持位先，是不是怎樣？是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是啊，当你想到觉得政府都觉得咦喂不得了个股市，那他咪掉钱入去咯，不知道怎样拆啲。自由市场嚟嘅，千祈。我哋政府是绝对。顶你啦，那时跌到不知道几多点，那时曾荫权都照掉钱去买回上去啦。不是啊，股市都是的，股市的。有一年呢你我不知道你啦，唔知啦，你可能你可能未出世啦，有你阿曾蔭權，曾蔭權嗰年就股災嘅，股災嗰年嚇，咁我記得中國銀行係跌到過半嘅。哇！你咩年代啊？中國銀行三蚊跌到過半，唔係四蚊跌落嚟，跌到三蚊，三蚊跌到過幾啊？嗰年係好勁嘅跌得，因為個市上咗三萬點，跟住咧就全個市就冧到你。恐慌啊！而家我都講嘢走音添，因為當時我有貨啊，當時我有貨喺度啊，蝕到阿媽咁認得嗰陣時係，係啦。咁啊，而家唔好再講呢樣，因為等時就好啦。道指咧已經升咗三百幾點啦。咁道指升三百幾點就冇乜嘢啦。而家因為以前道指咧升三百幾點好大鑊噶啦，已經。因為點解啊？因為嗰陣時係萬零點嘅啫，道指而家已經係追咗上嚟三萬幾點，已經超越咗港股。是啊，所以港股應該是落後到，可能真的沒落後了，因為香港真的冧 Q 了嘛，那反映翻個市場是這樣就，反映翻個十個，是咯，真的很正常的，那樓市就沒那麼易跌啦，因為新樓好啲，二手樓聽人講都，二手樓就麻麻地啦，麻麻地，新樓就點有人買嘅嚇，咁二手樓睇你睇咩價錢啫。都會有人要的，都會有人要的，因為香港不除了即錢方面，即它真的有需求才住，所以不是說個地不夠，而是有班人在控制住個市場，他不放出來的貨，他就是都要整到這麼少，吹多個帳嗎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整個倉都是蘋果，我擺兩個出來給你吃，那你班友就爭個 P 咯，是這樣的。即其實是即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呢，有單嘢呢是有一條村起咗呢是唔賣成條村，有去荒廢咗成條村唔賣。未講到果壇。唔記得，總之係類似大埔之類嗰啲。總之佢唔賣囉，我唔賣出多個帳，我未起地鐵我唔賣住。起地鐵要升十倍咁樣。
咩？總之佢係唔賣，因為個價唔靚，佢都可以賣。佢成層成層樓收翻曬，因為以前咧佢冇得咁樣做，因為佢嗰陣時呢個地產商冇咁嘅能力，都冇咁勁嗰個。但係而家就唔係啦，而家佢直情我賣翻，唔使你銀行搞，唔使你借錢俾我，我自己收埋，我唔買，我放喺度，係啊。所以佢太低佢咪唔買咯，佢有咁嘅能力，即係其實。點會冇地產霸權咧？真冇地產霸權，嗰個根本就係做緊地產嘅，錢孖筋啦，冇話就係咁啦。咁啊，下一單料係乜嘢咧？啊 ，Lina 姐，咁咪講講我哋偉大嘅政府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為我哋做咗個咩系統啊？好乸有用喎，個系統。一點五億嗰個。梗係啦，唔係我哋點知伊麗莎白醫院係成為咗一個收病人啊？我哋下即刻唔好去啊嘛，大佬啊！如果莫哥次唔小心去咗咪咩咯？咪大鑊係咪先？好咗政府又係咯，好咗政府，但係聽聞你收唔到喎，好收唔到喎，因為你部機係超越時空啊嘛。我乜先知咧？1943年嗰部。唔中意用 iPhone 八或者之前嗰啲都收唔到。iPhone 八之前嗰啲人都係收唔到嘅。之前嗰啲啊，哦，你好。所以我咪幾好。好好啊，你完全啲人又教人哋點樣熄啲警報咧，我都唔使做呢啲嘢。要有熄嘅咩？呢個警報？有啊，有間我熄咗啦。我熄咗啊！咁將來啲大事發生咁算啦。唔係咯，如果我聽地震啊，震到咩唔知誒？開翻啊！係啦，咁你唔可以入去咯。幾乸大鑊？我以為咩震 Q 喎，講下電話咩事啊？電話我以為我撳錯掣啊，原來政府原來話俾我聽，伊麗莎白醫院就係成為咗接收咗新冠病人，咁咧就叫大家就唔好去啦，係啦。咁因為嗰度危險啊嘛，政府關心市民啊嘛。一粒啦，我都幾開心啊！真係成件事。嗰日我成家診所咧，係啊，你20部機一齊響咁滯啊！我以為走火警啊！係啊，好啦勁啊！以為一齊冇電啊！我以為咦咩事？係咪走火警啊？邊度火？勁啊！但係呢個系統要1.5億喎。嚇，咪抵咯！咁係，咁抵咩？咁係，係咪用咗我哋抗疫基金其中200幾用1億好少啫？我諗係應該支持我哋內地啲人，好少啫，好少啫，抵到爛咯，抵到爛咯，我覺得呢個系統買得啱，政府做得好啦，好啊，真係係啊，真係好啦，好好啦，興添啫，做啲咩更加好啫，係真係冇嘢好啦，過你啦，係啊，就咁樣，唉，好啦，咁下一單咧就講講啲碎料先啦，有個。即係有個阿伯中咗啦，咁就即係好乖啦，咁就去咗隔離區喎。咁喺呢個隔離區咧，咁你知你知起咗用幾耐起啊？呢個隔離區有個零點咩？一個禮拜啫嘛，一個禮拜啊！咁梗係嘢起得唔好啦，買啲嘢全部都現成咁樣駁嚟駁去，咁砌嚟砌去，咁啊即係趕工情況之下，啲國家幫我哋應該要感恩啦，仲介意咁多嘢做乜嘢？咁啊係，咁佢斷水斷電喎。即係入咗去之後，人哋成80幾歲喎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咁飲水少一陣啫嘛。冇水冇電喎，大佬凍到好凍喎，咪星期12號哦，咁啊唔凍，好熱咯。係咯，熱啦！你識講唔凍就熱㗎啦，老人家，你想點啊？咁啊，整好耐整唔到，咁老人家唔捱得啊嘛，係咪先？但係你又唔俾人見佢喎。喂，咁危險啊！佢有病喎、啊。咁你乜叉都唔俾人，咁你淨呆。佢有病、啊。如果人哋喺間房度，咁咪好慘咯。不過為你好啫喎，唔係為你好先咁做嘅咋，你先感恩啦、啊。不過你起咗架幾十億起翻出嚟，動用咁多人手。你又揾得啱。唔係咯。你唔充埋一陣涼，玩少一陣電話。咁啊係喎，80歲唔係玩電話啦嘛。80歲口乾，口乾飲水喎。咪啊，嗰個買水啊嘛，唔使你用水啊嘛。係喎，啱喎。咁即係冇嘢啦。自己準備得唔好啫。係咯，好過分啊！如果你，我不如講到我而家成個人嬲曬啊！好離譜啊！執佢時候執多啲嘢嘛。好 Q 離譜啊！我覺得。應該要執埋電筒啊嘛。係咯，太陽能電筒呢啲好正常諗到嘅嘢啦，係咪啊？咁啊係，咁即係個伯唔啱喎。唔啱，唔應該生到香港。佢應該早啲移民。喂，講移民呢單嘢咧，即係呢排又即係好多移民啊。咁啲人梗係會帶錢走啊嘛，咁聽聞佢哋就攞曬強積金啲錢啊嘛，90億，係3.38萬宗，咁即係咪
等於人數咧，呢個一宗就一個人啦，係嘛？即係3.38万人走咗啦。應該其實未必係嘅。哦，即係一個人就咁係楞幾個人咁樣一齊走咯。唔係一個人有時可能係有幾個 account， 知唔知算唔算一宗？哦，咁啊，咁啊係，咁啊。佢唔用。喂，但係都幾勁喎啲錢，即係啲人未未去退休噶嘛？未去到㗎。咁你3.几万人已經有90几，跟即係你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好拉高人工嗰啲人嚟。嗯，應該係。係咯，可唔可以除翻條數90.14亿除以3.38万宗，咁即係一宗幾多錢咧？可唔可以即時計啊？成個Linda 車上個場，我知啊，你個電話係冇九位數字，係去唔到億90亿以上，冇十位數字。总之多啦，总之多啦。你90亿，18,000万，10万，好多咯，我觉得。10万亿，90亿，90亿。咁其实我觉得300万。系啊，我谂咁高人工都要走咧。33,000块。即系咁高人工都要走咧，其实香港真系好闷水啊！即系睇到啲人咁样走法。個可唔係好多啫，20万啫，係咪啊？20好少嘅咋，90亿喎。除3万几咧，唔係24万几，20万嘅咋。哦，20万，咁 OK 咯。穷人嚟嘅全部都。香港。咁係，咁Linda姐講得，我有時候有說服力啦，又有說服力啦。Linda姐就一宗已經90几亿啦，係咪先？90几亿啦。係啊。系啊，头发唔知有冇咁多。你应该有。咁咯，咁都系一件事嚟嘅。咁我哋香港少咗90几亿就，唔系呢啲人系唔爱国咯。唔系啊，都话移民先爱国咯。通常都系移咗民先话爱国噶嘛。喺香港唔会话爱国。政府嘅立场，咁啲人唔爱国咯。不过咧，佢咁样走之前好似讲过话，政府如果唔俾你一次攞晒。而家。即係之前好似講過話，因為太多人咁樣做，就俾你一嚿錢咁攞曬，就即係唔俾你咁樣做，就即係要分批咁攞嘅，即係唔可以一次過攞咯，就嚇啲人咯。但係而家係應該咁，而家仲未有呢樣嘢嘅，因為如果咁樣佢突然間咁樣講咧，嗰、那個過渡期咧，咁啲人就真係癲嘅啦，癲喪走噶啦，喪走。因為我都識有啲朋友，啲4月份已經有移民嘅啦，已經會聽到。咁我都唔捨得佢，但係咧佢攞曬啲積金，我依家都走。我都好正常嘅，因為其實即係就咁睇落去咧，香港即係處理疫情方面咧，即係有目共睹啦。大家即係我諗冇乜人贊嘅，除咗只有一個人贊啫，就林鄭自己。唔係，政府就777自己啦。咁佢就其他我諗都大部分都係覺得即係處理得唔係咁好啦，即係總之廢啦。OK。系啦，前幾年好多成個香港政治氣氛啊，係啊，成個氣氛都差曬噶啦，所以真係好多人走係好正常。係啊，咁我哋臨尾再包底講多單勁嘢啦，不過就大家都好似過咗氣少少，不過就香港就除咗經濟上好危險啦，嚇走資啦，另外就仲有一單嘢就係個世界開始危險啦，開始因為係啊，冇錯啊，就係呢單嘢。因為呢香港其實有血案嚟講咧，唔好話血案啦，即係可能啲人膊頭撞膊頭都唔想噶嘛。係啊，你諗下，你大家咁耐搭地鐵咁耐以嚟咧，其實真係好少身體接觸嘅，都唔多嘅啫。嚇、啊，好多嘅咩？搭地鐵係啊，我唔會掂到啲人嘅，就係好逼，好逼都好啦。你都即係你會盡量避開啲人，即係其實香港人係好乖噶嘛，即係排隊啊。好禮讓都算係咁嘅，都算係嘅。香港人講緊，你話香港同香港人咧，都算啦。即係總之係會禮禮讓讓，即係都唔想搞大件事嘅人打尖都係細細聲，點個肺啊！喂，打尖，我都唔會咁大聲。唔係啊，超嗰日我喺油麻地頂個肺嗰陣時，唔知乜 Q 嘢咧，全部人喺度排隊，有一條蛋散喺度行，跟住嗰個地鐵嗰個人就話：先生唔該排隊。嗰個人一路行。跟住啲人眼白白就睇住嗰啲人行咗上去，啊，個個人都排緊隊，冇人敢出聲。嚇、啊，我都唔想。係啊，不過你係示威之前，而家可能啲人進化咗。咁咪大大聲聲，或者捉住大陸人，佢排隊啊，唔識啊咁樣。即係呢個係另一樣嘢啦。而家總之就係、是，即係香港已經出現咗一啲即係精神有即係有少問題。不嬲都有嘅，不過咧，但係而家就特別癲啊嘛，大佬。會唔會係因為
黃金時期嘅買廣場。買咯，你眾目睽睽之下。有冇睇到個 CCTV？ 幾點啊？我想問呢度。好似唔知。晏晝嗰陣時啲時間。係咯。唔係啊，最恐怖係CCTV 拍到噶嘛。係一個人都冇得㗎，所以你明白。咁疫情啊嘛。係啊，所以其實香港呢段時間死最特別啲件事係因為一個人都冇人睇到。係。佢就俾條友輕輕鬆鬆咁走咗，再喺門口接翻佢翻。但係嗰個人是什麼人嚟㗎？真係紐西蘭人，其實都係香港人咯。紐西蘭的一個翻翻嚟讀完書翻嚟嘅廿三歲青年。嚇！大隻佬嚟㗎喎，馬癲有啲觀塘街打過阿伯，超級大隻佬嚟㗎。觀塘街係最中意嗰啲。係最中意大隻佬。哦，但係好似而家佢改變咗佢嗰個取態喎，因為某啲原因我唔知啊。我啊觀塘林間你自己同阿 Linda 姐解釋，我真係唔知嚇。你話有咩事揾佢，唔好揾我，我唔知啊，係佢講嘅咋。咁咧就即係好喪啦，打人啦，打阿伯啦，跟住最癲係踩面啊嘛，好似。嗯。係啊，即係呢啲全部唔識同人溝通啊嘛。即係好哇！咁你個肺讀完書翻嚟唔識同人溝通？唔識就唔識噶啦。唔係佢係咩人啊？你有冇講一次？佢係一個紐西蘭。紐西蘭即係紐西蘭嗰邊就識同人溝通。紐西蘭嗰邊有冇踩白人塊面咧？佢唔知喎，佢冇講咁解，佢就喺紐西蘭翻嚟咋，廿三歲。即係佢嗰邊就冇犯法。紐西蘭籍添人嘅係。哦，就嚟到香港犯法，踩到阿伯。愛踩單車啦，同釣魚嘅。哦。但係好似話佢有精神病。係哦，咁樣咁如果我做完啲嘢，我想甩身，我都話自己有精神病嘅。咁佢係有 record 㗎嘛？但佢真係有 record。哦，真係有 record 嘅。係啊。佢 record 係咩啊？之前做過啲咩啊？咪就係睇過精神科醫生咯。哦。一路睇緊精神科醫生咯。哦。咁人俾你哦。呢樣嘢唔可以呃㗎，唔好睇，唔可以話。咁真係好危險㗎。同埋佢係聽人話，即係講嘢反應好遲鈍啊，或者九唔搭八啊，咁俾人都感覺都正常人都 feel 到有精神病㗎啦。哦。呢個阿伯真係。咁即係嗰個阿伯唔啱啦，又係。唔係啦，不行。哦，唔係，唔係啦。OK。不行。唔知，即係講真，冇人影到之前嘅事咯。究竟兩個發生咩事？但係就係啦，但係真冇人。好似話兩個無仇無怨噶嘛，唔識噶嘛。係啊，但係無啦啦俾人箍頸。無啦啦咁樣俾人箍頸，咁個阿伯係有錢人嚟噶嘛？喺太古城，喺太古城出門都唔方紅都係邊啊？哦，太古城。我真係唔知。太古城都，太古城都仲要，都講緊仲要係成住喺灣仔咁樣。住喺灣仔嘅。住灣仔。即係對面海嘅都。太古城嘅點樣對人哋喺太古廣場，即係港島啦，港島啦，即係都係港島啦，港島都唔錯啊。一個退休廚師咯，哦，都好慘其實。但佢又點解無啦啦會一個人坐喺嗰度嘅？其實就正常嘅，我覺得真係老人家真係。哦，老人家係嘅，老人家係，即係老咗就係冇嘢做啊嘛，係啊，冇嘢做就咁即係任讀。咁佢又冇咩特別興趣啦。唔係，同埋最慘嘅啲人就話最慘係竟然太古廣場冇人咯。咁啊，即係冇人可以，因為正常有人行過咧，就應該係一定會坐。可停佢。因為佢打咗好耐㗎，我見到佢視頻起碼都三分鐘。哇！打三分鐘。係啊，你真係冇睇喎。我真係冇睇啊！因為我知件事啊，好拉癲啊。佢係箍住佢條頸，箍到佢冇反抗能力先嘅，跟住將佢拱低咗，拱低咗之後再踩佢踢佢，成段起碼三分幾。你睇曬啊？睇曬。哇！坐住㗎嘛。哇！你都幾一路食一路睇啊！唔係，咁你唔知佢死。一路食一路食燒賣喺度睇。唔係嗰時你唔知咁誇張噶嘛？啲人話精神病人出門喺太古廣場望一望啦咁樣。咦，哇咁誇張，真係踩到咧，係好似覺得對同嗰人係仇人得咁，即係直踩落去塊面，大力踩嗰種。哇！咁我諗疫情大家都真係小心啲啦，出街真係少人啲嗰啲。係啊，俾啲軟弱無力呢啲。係啊，即係例如即係自己唔夠夠瞓就真係唔好周圍走嘅，真係。係啊，你 Linda 姐就梗係冇問題啦。如果佢真的打，應該調翻轉就佢死咗啦，俾啲人一打死咗。所以其實真係好慘。係啊，咁疫情大家就即係小心啲啦，小心啲人啦，我覺得就。你出門嗰啲地方，大家小心啲。就病菌就中咗食 Panadol 啦，咁到而家我都仲係身邊有啲 friend 即係都係中緊嘅，咁我上個禮拜嗰啲 friend 仲話中咗啲，其實已經好翻曬嘅。通常好似話兩三四日左右，即正常睇完三四日好翻曬，就搞翻掂曬嘅啦，成件事。咁啊就係咁啦，呢個禮拜就係都發生咗好多嘢，短短一個禮拜其實都。係啊，香港地震呢個特別啦，香港爆冧都係。係啊，香港地震真係好少有。跌穿埋個股市，喺香港做咩更加差啊？可以啊。如
股市都跌穿埋十年最低位啊！其實港交所咧唔驚個市跌嘅，係驚冇驚冇成交嘅啫。嚇、啊！其實佢今日好似話二千幾億成交，但係今日嘅成交係破紀錄。是啊，咁即係呢個真係跌市，係真係跌市嚟嘅，即係 有成交跌咧，其實真係跌嘅，唔係乾跌咯，唔係乾跌咯，係真係跌嘅，堅跌嘅。所以大家如果入市咧，就即係忍忍手先啦，忍忍手先啦，係啦，就即係唔好太心急，唔好以為啊騰訊穿三百就買咯，即刻揸。係啊，因為其實佢穿得三百咧，即係點會俾你咁容易甩到啊？嚇，一定玩殘你嘅嚇。就係咁啦。下件應該又等齊。唉，唔知啊，真係唔知，唔敢講啊，而家嚇。咁 put 又唔好 put 住，我好佛噶啦個市應該，即係又係嗰啲一升五嚿一千，跟住聽日跌翻八嚿咁樣。一升啊跌啊，係啊，即係大係好大幅度嗰啲咯。係咯，我諗係咁樣，佛一輪，跟住就睇下個市咯。如果個市冇咩大變動，就應該橫行啊，嚇橫。咁大家就可以諗咯，嗰陣時就唔好食你專業股嘅意見。唔係啊，Linda 姐話俾我知，其實我真係唔識嘅，就係啊，全部嘢都係全部都 Linda 姐講嘅，有咩話星星跌跌嗰啲誒，係啊，不代表本人立場嚇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Linda 姐好勁嘅炒股，炒股啫，炒股好乸勁嘅佢，炒邊只死邊只。坐邊只啫，冇死邊只啦，坐邊只啫。係啊，如果大家真係想買嗰只咧。我問下 Linda 姐買唔買先？如果有買咧，咁就叫大家就避開嗰只股啦，就咁樣啦，係啦，咁樣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咁下個禮拜又，如果再有啲爆啲，我哋再即係同大家吹下水啦。係啊，點都會有噶啦。我諗嚟緊會，即係嚟緊，我諗就係禁足或者全民檢測嗰啲嘢。但係佢咪就玩好咁快喎，應該佢咪話見曬底先啊嘛，話去到一萬以下啊嘛，先再整啊嘛，應該都一萬以下就見底啦。跟住可能啲學生就可能係而家咯。嗱，講即係臨尾爆多單，好快講多單，好反智嘅嘢就係、是，即係有啲非法鋪咧，咪開翻嘅，咁嗰啲非法佬咧就師傅啦，非法師傅啦，即係剪頭髮啲師傅咧就話啊，頂你個肺200咧你就唔俾我翻工，而家咧就。一晚咧，你又叫我翻翻工，即系二萬幾人確診，你又叫我翻工，咁即系點啊，大佬？即系咧，從一個邏輯性咧，去同即系問政府點解，其實就即系揾唔到答案咯。嚇，呢單嘢就即系，從而咧，其實我哋本身就對政府已經唔知佢想點噶啦。嚇，即系其實可能佢好多入邊都未搞掂，其實即系有時你空降咗一個人咧，嗰個人咧就本身同嗰個黨咧未必。可以達到共識，因為個黨本身就太大，嗰班係好乸勁嘅商人嚟嘅嚇，咁就仲要係控制埋政府入邊內部，咁你樓上落嚟嗰個人咧，就同呢班人本身係唔好關事嘅，我諗就係、是、嚇，但係就要攞個共識，咁我哋另外嗰班人即係為幫市民嗰班就俾人踢 Q 走曬啦嚇，咁而家就淨係得翻商人喺度，咁商人就係要錢嘅啫，咁嗰條友就係、是、我唔知佢為錢定為咩嘅。他就應該是純粹是為國家任務的而已，他 就會跟這班人 去兩邊就在那裡 鬥搞、啊、政府現在是都可以說是亂七八糟的、啊、錢就是資源分配得不均勻的，其實現在不是很均勻，全部給大陸那就是那班商人就不鋸咯、啊、所以就是的，我想現在你想政府有些好東西出來都不是很容易，第一次，大家嗰啲叫咩啊？嗰啲叫咩啊？自求多福啊！系啊，自求多福啦，大家系啊，睇路啦，同埋订阅我哋啦，系嘛？听我哋嗱，听到嚟呢度咧，如果听到呢度咧都唔订阅我哋嗰啲咧，留言话俾我知点解？系咪唔中意 Linda 啫？唔会啦，系咪？唔中意我啦，梗系啦，基于留言同埋订阅啊，好少啲讲 YouTube 嗰人临尾先讲嘅，系啊。咁就因為咁嘅情況，就大家訂咗啦。咁就再見啦，下禮拜見。好啦，拜拜。